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煲一个红菜头素米排骨汤，材料非常简单。红菜头有欧洲灵芝的美誉，它由根到叶都能食用，营养非常的丰富，清甜而且高纤维，低热量，抗氧化。它还含有大量的维他命 B12 和铁质，我们女孩子吃了还能补血、抗衰老。它还能防癌、护肝、稳定血压。但它属寒凉，怀孕中的女士要留意哦。把所有的材料放在冷水中煮一个半小时就可以食用了。用大火先包滚15分钟，然后转中小火，好了，汤也煲好了，今晚还卤了一锅鸡翅，时间刚刚好，准备开饭了。如果你喜欢我频道的话，请你免费订阅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